有困难就去找地皇吃嘛，看看看看有没有亮晶晶的。 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事务？ 您来了，这几位是三月七小姐和瓦尔特先生。没错，我是三月七，他是瓦尔特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小三月，不要那么激动，我们来办正事，不是来玩的。啊，杨叔，你不也跃跃欲试的吗？旅行这么久还没查过案呢，我的聪明才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 哦，原来是三月姑娘和瓦尔特先生，久仰久仰，辛苦各位先歇会儿啊，稍微等我一下。景燕，把那几张相片给我拿来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别喊。
各位久等了，这就是在剑幕生发前日，在将军和太仆指定的位置出现过的几位化一帮人。麻烦各位看看，这里是否有我们仙州没认出来的危险人物呢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这些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吗？原来如此。杨叔咋了？这人不对劲吗？这位先生是谁？我想看看他的资料。您说的是哪位啊？我瞅一眼。不许学我说话。没有实质证据，只是我觉得值得查一查。哦，他呀，这人我有印象，他是个宇宙行商，做买卖的，还懂点医术。他在联盟的注册名叫什么来着？罗刹，这个人叫罗刹。哦，没错，罗刹。他这次来背着个大箱子，说是殡葬用具，叫什么棺椁。因为这个棺椁很显眼，我还忍不住多问了他几句。哎，那个叫做棺椁，是一帮人的丧葬用品。啊，我猜这几位贵客应当是认得的。嗨，我也分不太清。总之，我们查过，他在联盟的记录很干净。背后那个大箱子，那个棺什么？棺椁。啊，那玩意儿也正如他所说，就是殡葬用具。我估计他在做这类生意。罗浮上的一帮人很多，各个星系都有自己的丧葬风俗，干这行的人也不少。怎么，他有问题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出于个人理由，我觉得有必要查一查这个人。请问他在剑幕生发那几日都做了什么事呢？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有些复杂。啊，各位先随我移步到那边的四方揽境吧，一边看一边解释比较方便。咱们长乐天算是罗浮上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城区，上面对这里的治安问题也很上心，所以上上下下安装了不少机巧鸟。罗刹在剑幕生发的前几日来到了罗浮，之后也没什么特别可疑的动向，直到事发前一天。我知道了，事发前一天他突然带着星河出现在了剑幕附近。哦，对啊，确实是这个道理，还是你聪明。您几位真有活力。会查罗刹这批人也是有原因的，唯独在剑幕生发前一天他究竟做了什么，我们确实不知道。剑幕生发引起了不正常的阴阳相感现象，导致整个机巧鸟系统出现了故障。唉，事发当日的影像资料抢救不回来了，连事发前日的也损坏了不少。问当然是要问的，但不能大海捞针的问，而要有的放矢的问。况且如果没有明确的疑点，我们也不好三番五次去叨扰人家。所以这位罗刹如果有什么特别可疑的地方，还请您明示，我也好着手安排对他的扣押审讯和调查。该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他的杨叔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惊天秘密呢，结果就是在以貌取人。杨叔啊，以貌取人可不好啊。抱歉，我的意思是很难解释，只能说直觉告诉我这位罗刹先生很可能有问题。对不起，这只是我的臆测罢了。没关系，直觉也是地恒司查案的重要伙伴，直觉上认为一个人有问题，我也有过很多次，结果往往是对的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你。您说长着他这张脸的就一定是坏人，没问题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我毕竟是个执事官，总不能拿这种理由去叨扰当事人。如果因为投诉被司部清退，履历上会留下污点，往后几百年就很难东山再起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总之几位要是想查，我可以破例给您四方揽境的权限。
然后，青燕，你去帮几位贵客查案。我是帝恒寺的执事，以官方身份下场帮民间人士调查别人，是不是不合规矩？没事，这真没事。哎呀，你别离开帝恒寺去现场，帮他们查查七巧鸟的影像就够了。找到什么线索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如果有以貌取人之外的证据，我立刻就来支援。哦，只有一条，请不要直接去找罗刹本人，有任何发现先找我。您肯相信我们，我们已经很感激了，绝不会给您添麻烦。放心吧，我们列车组最讲义气了，从不恩将仇报。青燕，教教他们吧，我先去忙了。好的。几位，这个事情还挺花时间的，如果准备好了就来找我吧。我这里现在随时可以调用资料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请随我来看。正如大豪执事官所说，因为剑木造成的阴阳相感现象，整个七巧鸟系统都不灵光了。一是丢失了很多视频资料，二是影像的时间戳也完全混乱了。您看，这是事发前日关于罗刹先生的影像记录。所以我们需要自行理清他们的顺序。正是如此，有劳各位了。你最擅长这个，交给你啦。对啊，你就是神探旁边的能干小助手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头绪吗？正确的顺序是什么？行啊，你要看哪一段呀？我看看这个顺序能不能对得上。罗刹从星茶上下来，进入长乐天，走进一间小客栈，放下行李，甚至放下了他的宝贝棺材。然后他去了三余书寺，没有买书，离开书寺之后就钻进了一个小角落。逻辑很顺畅，看起来这就是正确的顺序了。你确实很聪明。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我神探三月七精挑细选的小助手。影像中的这个小角落是什么地方啊？我看了一下地图，这片空地似乎有一扇门，你们看，穿过这扇门后面有一个码头，他可能搭乘星茶离开了。为什么要从这么偏僻的小码头离开长乐天？这也太可疑了吧。我想罗刹先生应该不是这么离开的，
瓦尔特先生说的那是渊首坞子999号码头，神策府的码头，仅在外敌入侵时启用。因此，那扇门也是常年上锁的。据我所知，已经锁了几百年了，只在偶尔检查时才打开。关键问题大概是，他是何时出去的？至少从地图上看，这片空地只有一个出入口。静燕小姐，从留存的影像里看，那天这里还有其他人出入吗？啊，这应该能查到，不过要稍等一下。虽然大部分影像都丢失了，但终究是一整天的录像，要查看的东西很多，我需要确认一下。哦，辛苦了。辛苦你了，我们会耐心等待的。诸位特地赶来帮忙才是最辛苦的，我会尽快处理。久等了，我已经查阅了那片空地前的全部影像，不过说是全部，其实丢失了非常多。那丢失的部分还能修复吗？就像我们刚才做的那样。也许有一部分可以修复，未必能行，我得试试。啊，当然了，这需要一段时间，我没办法立刻给您变出来。辛苦你了。那么残存的影像中是否有值得关注的内容呢？只有这段影像里有人从那扇拱门中出去，时间在罗刹进入空地的大约一个时辰后，但是并没有拍到罗刹。啊，这不是愚公案里面出现过的剧情吗？愚公案呢，就那本侦探小说，里面有一幕和这段影像一模一样。哦，您这么一说还真是。我没太听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就是愚公的起源故事，他本来是丹顶寺的医士，后来惹上了神秘的饮茶会，饮茶会的两个黑衣人就趁着他独自一人落单，给他灌下了毒药。这毒药有驰名退生一般的功效，竟让愚公返老还童，变成了小孩子。从此以后，幼儿愚公就一边追查饮茶会，一边破解各种奇案。不能哦，按照书里的设定，这种药只能让人的身体返老还童，却不能处理人灵魂的损耗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只退没生。退生是驰名的特性，人类也可以返老还童吗？哎呀，小说艺术创作嘛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反正写得很像那么回事。写这本书的苏芳老师本身就是丹顶寺医助，在医学原理的设定上还是很严谨的。瞧，丹顶寺的人都这么写，没准就是可能的。所以小三月的意思是，那两个黑衣人是饮茶会的成员，而那个小孩就是返老还童的罗刹。搞不好就是某一位愚公案的狂热书友做出了模仿犯罪啊，罗刹被缩小以后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。哇，案情越来越可怕了，没准还是宗绑架案。首先，这个孩子是黑发，罗刹是金发。完全说得通。哎，几位稍等，我才看出来，这孩子是三鱼书寺的小店长尹书啊。很遗憾，小三月，没有返老还童，也没有愚公。神探的前几次推理肯定是错的，这符合预期。姬巧巧没拍到那两个黑衣人的清晰长相。我们先找影叔问问吧，也许他看到了什么。嗯，我继续尝试修复丢失的影像，如果有什么新进展会联系各位的。好嘞，出发，开始寻访证人。
那个小店长好像不在，我们去附近找找看吧。现在还没到闭店时间，他应该不会去太远的地方才对。你们两个去吧，我在这里等等，也许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嘞，咱们走吧。看来尹叔不在呀，他现在会在哪里呢？是志怪小说短篇集耶，感觉很适合睡前看，虽然看完可能会不敢上卫生间。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看传统文学，网文才是当代文学的终极形态。这位小哥，你是不是在帮三鱼书肆的那个小店长看店呢？啊，小店长？哦，你说尹叔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有事儿？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小店长在哪里呀？哼，我为啥要告诉你们？嘿，你这人，我们和和气气来问路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要告诉你们也行，付我500滴。凭啥给你寻敌啊？什么跟什么啊？怎么就开始要钱了？情报和信息也是最值钱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家伙看起来不太讲道理，咱们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来路？竟然还敢威胁我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来路？哼，你糊弄谁呢？这不是小说里的组织吗？就是因为有我们这种现实原型，愚公案里面才会这么写呀。听着像在诓我，但这两个人确实不像善茬儿。完了，不会真遇到硬茬子了吧？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算了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尹叔说长乐天那边有家小吃摊的优惠券要到期了，赶着去用掉。他走了没多久，现在可能刚吃完吧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我们走。你就是三鱼书肆的小店长尹叔吧？我们有些事要找你。嗯，我就是尹叔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现在正好要回书肆吧？那我们一起走吧，路上给你讲。啊，好的，走吧。你们的那段录像我有些印象，那天书肆打烊之后，我想找个地方去安安静静的读书，就在街上转了几圈，然后我就发现了那个空地。不过我一看，那里面有两个黑衣人和一个金发化外民，觉得实在不是看书的地方，就走了。那两个黑衣人正好跟着我也离开了。原来只是恰好同路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金头发的画外名在做什么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当时只想找个地方踏踏实实读书，没去太仔细观察他，也没太仔细观察那两个黑衣人。只记得那两个黑衣人闻起来臭臭的，但这可能算不上什么线索了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专程跑一趟，但我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。这些都很有价值，非常感谢你。不过根据姬小鸟的影像，当天罗刹去那片空地前的最后一站就是你们店里。我们店里在三鱼书肆？他来过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来过，我见过他的。怎么给忘了呢？那天他来到店里，
翻了几本书之后，将一本书拿给我。那是一本纸书，很老派。我还以为他是要买书，没想到他付了钱，然后撕掉了书的扉页。我吓了一跳，但看他满脸笑容，也没敢多问。撕掉扉页以后，书他也没带走，放在柜台上，人就离开了。这么奇怪的事情，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可能是隔天剑幕生发，出现了太多惊人的事，让这件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吧。那么他拿走的是哪本书呢？是这本《愚公案》，书被撕掉了扉页，也不能放在店里卖了。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处理，既然你们问起来了，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，杨叔，你果然神机妙算呢！罗刹这家伙是真的坏，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？愚公案这么好的书，他说撕就撕，太气人了！我要是懂画家会怎么想的，岂不跟他一样坏了吗？小三月可能有点激动，忘记了帝亨司最早关注的疑点，是否有人将危险品带入了罗府。大豪他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危险品是什么，但我们都清楚，那就是星河。所以撕书这个行为也许的确是问题的关键。我有点没跟上，撕书还和星河有关系？哎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没关系，是我的思路有点跳跃。我的意思是，也许罗刹在罗浮上有内应，而他和内应之间就通过书的扉页来相互联系。那岂不是更坏了？竟然用愚公案这种歌颂正义的小说作为邪恶计划的接头暗号。这只是猜测，我们目前没办法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因为机巧鸟上的影像资料都丢失了。唉，那线索岂不是断掉了？这真是天助我也，神探刚遇到死胡同，立刻就出现了新的线索。有困难就我们现在知道罗刹是什么时候离开那片空地的了。不错不错，是拍到了他离开的身影吗？正是如此，根据机巧鸟的记录，他在进入空地的一个时辰后离开了那片空地。怪了，那么一小块地，他在里面待了两小时，这个罗刹在干什么？会不会是旅费全部用来买星玉波波，没钱住旅店了？就连小三月都做不出这种事吧。唉，可惜那片空地里没有机巧鸟，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，但还真是越查越可疑。咱们家杨叔从来不把情绪写在脸上，但我感觉他是不是有点不安。和这个世界毫无关系，我只是有些担忧，担忧故乡的事在这里重演。他耳朵怎么这么灵？我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先失陪了啊！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，各位都有我的联系方式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敬业小姐。所以在那空白的两小时中，罗刹究竟做了什么呢？是时候发挥我神探三月七的侦探能力了。小三月打算怎么做呢？要去现场看看吗？杨叔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愚公说过，对真正的神探来说，即使足不出户，也仿若亲临现场。
不能现在去现场，要等到推理结束，到现场验证，你们发现真相竟和我说的分毫不差，这才是神探的浪漫。既然小三月兴致这么高，那就试试看吧。好耶，杨叔对我最好了。我要开始还原真相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咱们开始吧。第一次当众推理，还真有点紧张。接下来我将采取愚公的推理方式，将自己带入坏蛋的视角中。现在本姑娘就是罗刹。你别捣乱，我正在高速思考。哦对了，差点忘了这个撕掉的飞页，他把这张纸带走，那八成是有大用的。接下来杨树借我看一下现场地图。他肯定穿过了前面的那扇门，不可能在这么小的地方晃悠了两小时。可是静燕小姐也说了，那扇门是军队的资产，常年紧锁。罗刹先生肯定有办法解开这个锁啊，连一扇门都打不开，还惦记通运星河呢。哼，这种等级的门锁还想拦住本姑娘？习惯了，好吧，接下来你们就想象罗刹那张脸会说什么台词，我不掺和。这种档次的锁能挡得住谁？即便罗刹可以解开门锁，他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和他交接星河的坏家伙藏在这里，他就是来和那些家伙见面的。想了想，不太对吧？他们怎么会在一个军机重地见面？啊，这是因为我们平时遵纪守法，很难理解坏家伙们的逻辑。等一下，这条路太顺了。什么意思？顺还不好吗？顺还不好吗？我们要试着解释罗刹在两小时之中做了什么，可是围着这个地方绕上二十圈也用不了两个小时。确实啊，那他的路程可能比我想象中凶险很多。来吧，我们重新还原一次现场。看你细皮嫩肉竟敢擅闯这里，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宵小之辈安敢放肆若此，找我一见。为什么怪物会说话？为了增加一些紧迫感。
有武学问，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说答案，零分。存在即被感知，知识即尺度，穷尽真理，根除谬误。我前来送行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该清算了，百花盛放，赶早不如赶巧。好口，不分。我个人并不认为罗浮上会有这么危险的地方，这种会有危险分子和黑市买家接头的地方，至少在剑幕生发之前应该是不存在的。都有坏蛋要在这里和星河的买家接头了。这样比较有意思嘛。唉，反正也很难想象罗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就当作是这样好了。勉强也算说得通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未料到此地如此凶险，看来往后行事须得更稳妥些。不知那位对星河有益的神秘买家是何许人也？买家在那里等我，过去看看情况吧。从地图上来。站住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不，那是饮茶会的守门人普洱。普洱不是茶的名字吗？对啊，饮茶会的成员名字当然是各种茶了。哎，问你小子话呢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你让他说话文明点。哦，好的。问您小子话呢，您是来做什么的？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我来送一件东西，必须亲自交给你们老板，帮我联系一下他。交货啊，老大等您很久了，但您需要先证明身份，我才能让您见到老板。这个时候就轮到那个东西派上用场了。这是接头暗号，看来真的是你。啊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把老大叫来。慢慢来，我不急。普洱拿到接头用的飞叶，就去通知他的老板了。过了不久，罗刹看到一个威严的身影向自己走来。老大，就是这个人，拿着您需要的货物。让我先看看货吧。说到杨树的老大，就只能想到帕姆了。这是我们的老大星域波波，快把货拿出来给他老人家长长眼。奶茶也是茶，饮茶会里有奶茶很正常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么简单的规矩您不会不懂吧？废什么话，让您交货您就交货。没关系吧，这件货物格外危险，他会谨慎也是理所当然的吧。帕姆说话时真的会带那么多帕吗？感觉会的吧。
不是，感觉会的吧。普尔，把钱给他吧。怎么样，这下愿意把货给我了吧？小心点，这东西很危险。告辞。的确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吧。普尔，干掉他吧。我以为交易很顺利。你卖给我这么危险的东西，我们就算共犯了吧。为了保守秘密，只能委屈你永远闭上嘴了吧。小三月对这些小细节的处理总是特别符合逻辑，但是其他部分就……还有，我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金人？这是普尔的隐藏设定，他会在危急时刻变身成金人。好的。本地帮派的格局也未免太低了些。不太好办了。存在即被感知，知识即尺度，穷尽真理，根除谬误。放分，说答案，开始吧。零分，交给我吧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一无所知。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期待你的应答。好考你。不分。可恶，怕，给我记住，怕。在长乐天闹得这么大，云奇很快就会出现。快点离开这里吧。这样一来，罗刹就该跑路了。该跑到哪里去呢？我看看地图。哦，知道了。什么人在那里？不许动！在这种情况下，罗刹唯一能够逃生的路线就是……罗刹，快上来，该走了。就这样，罗刹跳上了星茶，在不明人士的帮助下逃离了现场。而这就是本次罗刹消失事件的全貌。开星茶来接罗刹的那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不露脸，就当是他吧。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登场露个脸嘛。小三月，虽然我不想打击你，但是你的这段推理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。比如，如果罗刹是乘坐星茶从码头逃走的，又怎么会在两小时后出现在机枪鸟的影像里？那是个军用设施，稍有骚动云奇就会赶来，但为什么会有怪物？还有，即使按照这个千难万险的流程，罗刹也不会在那个地方滞留两小时。杨叔说的很有道理，确实是这样哦。哎，看来我神探三月七和愚公还有一点点小差距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去现场看看吧，也许到了现场，很多谜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这当然是最好的，我们走吧。有困难就去找地恒司嘛。您好，这位执事，我们想找一个人。应该是个化外民，金发，打扮得不像仙州人士。
金发的一帮人，该不会是二位找他什么事？此人救了我们一命，其实是两命。阿来，这种时候就不要捧哏了。二位刚才说被一个金发的化外民救了，此人可是这位罗刹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位罗刹先生救了我们。请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？应该是在剑木生发的前一天。第二天就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们也一直没来得及找他说一声谢谢。啊，难道你们就是黑衣人？你们怎么不穿黑衣了？什么黑衣人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哎呦，您可别提那倒霉黑衣人了，哪来的什么黑衣人呢？那是我们俩掉沟里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们那天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练习一下新段子，没想到找的那个地方总也没人去，有点年久失修，地上有个大坑。我脚下一滑就掉沟里了，我的好搭档喊了一句别慌，阿网前来支援，就跟着我一起掉下去了。哎呦，那个大坑啊直通臭水沟，我们俩一身污泥，让您几位看了笑话，还以为是黑衣人呢。啊，怪不得尹叔说有一股臭味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幸亏这位罗刹先生途经此地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我们救了上来。谢谢恩公，谢谢恩公。哎，要不是有您出手相救，我们哥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恩公，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只要我们哥俩能办到的一定给您办。嗯，办不到也得办。二位言重了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呀，何止是举手之劳啊，您为了我们啊耗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体力。哦，谢礼就不必了，二位早些回家，路上小心。哎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二位稍等，这污水多少有些毒害，在下略通医术，二位按我的方子抓些药，服下后好好休息。拿这个药方去抓药吧。谢谢您，对不住耽误您时间了，我们先走了。路上一定要当心啊，不要再掉进沟里了。哦，他给我们哥俩的就是这个东西。纸花叠得真好看，这是罗刹叠的？对，他将药方写在上面，叠成了一朵纸花。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浪漫的人了。但是这张纸有点眼熟，我能拆开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抓药时已经拆开过了。我们本就打算将这个东西交给地恒司，也算是寻找恩公的线索。交给我们吧，有消息后会联系二位的。我看看啊，果然。怎么了？这是余光案的扉页。我看看，这一面是药方，哎，这一面好像也有字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自己看吧。什么巨头仙人呢？单纯就是没素质。看来几位相中的罗刹先生非但不是坏人，甚至是个古道热肠的好人呢。
为了防止别人被这个可恶的剧透仙人伤害，罗刹撕下了被写下剧透内容的扉页。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说明他真的很喜欢愚公案，而喜欢这本书的人，喜欢愚公这位神探的人，又怎么会去做坏事呢？有困难就去。只说一半，就像照片只能洗出半张一样难受。